我的爪子毕竟距离有限，我想接近它还挺困难的，手太短了啊。好，再点个信号，我再勾引他，我感觉他上当了，我感觉他有点上头，我跳个舞激怒他，激怒了。好，失去了理智，非常的好。好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，终极科比，对不起我的懂了。当然我们这样做可能有点不太好啊，只是说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终极科比，比科比谁能比过莫德凯撒，没有。Q1 直接推一波兵，中路有峡谷过来帮忙，非常的到位。哎呀，这个大鸟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就目前来看的话，我只能这么去掏它，然后被塔砸一下。虽然看上去我会比较的亏，但是呢，这种就很强势，打得他狡诈恶徒，心都在抖。你看我的血量不多，对吧？但是他没有点燃，他想把我秒掉不太可能啊，因为我的 W 可以挡他的沉默，而且我的秒表可以挡他的大招，只是说我要放得很到位才可以，对我的技术要求比较高，但我可以做到。所以如果他对我有杀心，那他就死了。所以我为什么在塔下不停地去 Q 他，强行他换血，让他制造，给他制造一个错觉，就是这个菲奥娜血量有点低，我是不是应该尝试着将他击杀，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死啊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勾引啊，这叫勾引。你看，金身是二，我点燃没给上是因为被他这个搞错了。可秀吗？减速可以吗？挂住 OK， 周易跟 Q Nice 先杀一个，不着急，等大招就 OK， 还有十秒。好，踩一脚 A 一下跟 Q 打个电影回来，他崩我没关系，我 E 一下再快不能给我一出吧。